杨丞琳十一日宣布被男友李荣浩求婚，喜讯传遍演艺圈。Ella 十一日出席活动，杨丞琳传出喜讯 ，Ella 也笑说：“之前看到他，分享生日快乐那个影片，从后面环抱住他了，哇，好浪漫哦，在船上夕阳这样斜照，啊呦呦，就没想到下一刻，李白大哥就求婚了，太 surprise 了。”很为他开心，真的。